哎，很高兴呢，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水果啦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热度最热就是什么？凤梨。拜托，我们被禁止了，要怎么办？要拯救凤梨？我不需要人家救，我们吃吧，吃光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只听说有老外说呢，凤梨怎么吃？想吃凤梨又觉得杀凤梨太麻烦，外国 YouTuber 这招你看过吗 ？Turn it around while you're doing it, maybe a little harder now.把凤梨头切掉后敲一敲再转一转，奇迹般的吃法出现了。哦、oh, ，There you go。我想，我不太想吃，我想要来挑战看看，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屁脸刺，哦，这怎么，这不能失利啊？哦，是不是？原来是可以的，原来是可以的。屁屁跳，我手受伤了。就觉得 很多细事、欸、不是你买的时候这放毒这很深吧，这一闻就是酸的、啊、好是哇，我们吃身体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身体哦，我们来滚动一下，来，我们把这两颗拿着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对，这沾满要放到前面，然后不是这节目有没有保险、啊、我的手是弄，好歹弄个手套给我，我靠，臣妾做不到啊。哎，他是用敲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先敲，没有没有，他先敲两下，然后才那个嘛，对吧？他给他拼破、哦、好，我们敲一下，这是玻璃还是木头啊？压破了，对吧？好，要敲两下，我手要废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全部刺是往上长，我还这样敲，好。为了观众朋友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它流汤哎，等一下好了，等一下好了，好，我们再转，这样转，有哦，有松哦，哪有松？有哦，有松哦，我手的皮松掉了，有、哦。这转成不可能了，我觉得不可能哎，我觉得这有点，哎、欸、有嘞，它变松软了，有。哦，啊，流汤了，哎、欸，哦哦哦，有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个骨？哦，他怎么弄的、啊？他这样剥一个起来是吧？剥一个起来是吧？你看这里很香，都是凤梨，哎、欸，这都是那个，你知道？我觉得我要是小时候做这个。妈妈回家就打死你，也冲家回。哎、欸，有哦，还喷汤哎，不是啦，这个不是，这怎么搬得出来了？哎呦，我不信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有人佩服。这个凤梨酥我说大家没敢吃，被我挖烂烂的，我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个甜的。哎、欸，这个甜的，哦，下面是甜的，上面是那个头，不行，但里面是哦，打开，哦、有看到吗？这开罐头是吧？你看，哇塞，哎、欸，凤梨就不用打了嘛，像我这样扭一扭，然后开个洞，有没有弄？哦，然后手受伤不要找我们，好不好？这个不是啊，这都流光，我吃个屁啊！哎、欸、呀，还很多哎、欸，你看很 juicy 有没有？它这里面是，哦，它凤梨是有籽的，这是它的籽吗？还是脏东西而已，我不管。我说，哦，这个很甜，嗯，这个谁说台湾的种不同？不可能，可以，而且我们还留汤，还留凤梨汁，是不是？你们国外的凤梨有凤梨汁吗？没有，算成功了。算给台湾凤梨确实说什么，这个他们的纤维度比较高，纤维度高代表什么？多脆，搭搭拍架。台湾凤梨呢，这个纤维度低，饱和水饱和高。你看那个，哎、欸，凤梨汁流了满一盘。你要是哪一个外国人敢来挑战说，说没有你们的凤梨，没有很多汁，我那他泼你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很多汁，你敢拎的？那么多汁，而且你说不能那样子掰开，是谁跟你讲的？我们就可以啊，你看掰得很成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吃完还可以拿来丢邻居，多好，对不对？楼下那几个不是你俩，怎样？啊，对，一凤梨多用啊，我手太痒了，而且很刺痛，所以我想去看一下医生，所以先按赞订阅，小铃铛开启一下，拜托。
给我点医药费。